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一颗最明亮的星球上，发生了一段寻宝的传奇故事。回家行到伊哦，阿妈哩都丢，还有捧糖来哟。嘿，黄金传奇，大家欢喜。听到这首歌呢，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黄金传奇要带领各位观众朋友们来到的地方就是宜兰了。在这个宜兰市里呢，哎，现在已经相当的繁荣了。不过呢，也有一些古迹，您看看这个石敢当，还有一些百年老店，哎呀，这就让人发出思古之幽情了。另外宜兰的特产像鸭掌，还有您现在所看到的蜜饯，哎呀，那这就是让人垂涎欲滴了。另外呢，宜兰的小吃，哎呀，那更是美味之至啊。现在就让您看看我们今天淳朴的宜兰之旅。好，今天我们的红队的阵容相当的坚强，有钱维娟、胡卫康和刘尔金。蓝队则有陈忠、傅威和陈贤美。由王丽玲所领军的红队和由郑国成所挂帅的蓝队，在今天的宜兰之旅到底鹿死谁手呢？欢迎收看黄金传奇。今天我们黄金传奇来到是宜兰古城。哎，到古城，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这么样的一个叛逆，这样的造型？你本来就很叛逆，你就算不到古城，你还是很叛逆。但是我们一直不敢叛逆，到敌人才敢叛逆。好，不过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这个宜兰，其实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别有天。为什么？因为长久以来啊，这宜兰一直是在这个重重的山岭之后被隐藏着。哦。现在宜兰可以说是这个地方的人文风景都别有一格。哦。别树一格。对，别有一格。对，不仅是人文这个人文荟萃，同时物产丰饶啊。在这地方呢，可以说这个台湾到处都有这个闽南语，但是在这个宜兰。南腔啊，尤其的值得津津乐道啊！假梅配糯米，蒙什么意思啊？吃粥啊，配卤蛋，糯米啊，就非常特别。蒙毛亏，卡亏亏，我们不信。什么意思啊？讲来讲小吃好了啦。刚刚那个你们听不懂最好了。啊，就是口味相当的独特啊，比如说这个枣饼啦，啊，这个什么牛舌饼啦。哎，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的宜兰四宝，哪四宝？哪四宝？鸭掌胆干、金枣、小羊羹。标准答案。哎呀，可以说过关了。只要到宜兰这个地方啊，可以说绝对不能够空度而回的。哎，好，那么今天到宜兰古城来玩的两队艺人有哪些呢？首先来介绍红队，第一位。钱维娟，第二位刘尔金，第三位胡卫康，连输三场，我们蓝队绝对不能够输给人家。我们看一下，欢迎第一位，什么表情啊？你们这个是，所以欢迎第一位陈贤美小姐，第二位短小精干的傅威小姐，第三位陈忠先生。来这边呢，我们要欢迎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宜兰县政府建设局啊，许局长，好不好？欢迎许局长。欢迎许南山许先生。欢迎欢迎。欢迎许局长。好，先请许局长来讲几句话。好，谢谢谢谢。感谢啊，黄金传奇各位朋友来到宜兰啊，谢谢大家。鼓励鼓励。哎，一样的这个简单明朗。好，那不过我们还是要请守护者先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来看一下我们的黄金规则，请看。来，请看。好，我们今天的黄金规则，两队同时出发，寻宝过程中可各获得三份提示，每份提示最后可各获得三分之一张藏宝图。拼凑出完整的藏宝图，可指引至宝箱钥匙藏放处。首先打开宝箱之队伍，可获得价值50,000元之黄金。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寻宝提示图。哎，第一份图我们看看，因为哎要身材曼妙的女士，哎昂首阔步的正在走路呢。第二个我们看看，哎，无衣摆、无心憨、无手挡，这代表什么意思呢？第三份提示，哎，从小到老，哎，这真是嗨嗨零星呐、啊，可是跟寻宝什么关系呢？好，两队出发前可各获得一份寻宝的专用地图。我们来看一看，哎，在宜兰市区就有很多的店家了。当然，在出发前还会获得寻宝所需要的适当零用金和有求必应令牌三块。来过，全省寻宝的时候来过。寻宝的时候，不过当时是匆匆的来去啊，所以没有很仔细的来看。那么今天可以很仔细的来一窥全貌，好不好？来，那么现在我们就请我们的守护神来颁发地图，还有我们的第一份提示。好，钱维娟，先没的。好，先美，这是红队的，红队第一份提示，耳金，这个是蓝队的，
蓝队先拿提示啊，哎，傅威，傅威比较聪明。好，许局长现在掏口袋了，这脚就是用的。我们是不是有零用金？有。两。没看到千元。不曾进来，零用金谁管啊？谢美。好，算一算看有没有少啊。好，魏康，好，赶快点一点，多少钱啊？哎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新台币800元。八百块。哦。够花吗？好了，K， 我们现在的东西都拿齐全了。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没有？好，准备了。我们现在请守护神为我们鸣笛出发。哎，注意听哦！注意听哦！注意听哦！出发！哎呀，好硬啊！这样子曼妙身材说，哦，要透过去，对对对，是不是不是？用阳光透，这样透不过去。不是吧？他不是要你去看那个吧？女孩子的蓝色衣服。天哪，这么多，我们要从哪找起啊？什么蓝？应该是什么蓝？起码有蓝色。这一个金发美女，还是波霸级的哦。三分。华哥尔呢？因为这边没有华哥尔啊。我们去戴安芬。真的假的？可是他，他显然是没穿内衣，你知道吗？所以帮他买个内衣穿。他应该买内衣啊。对啊，买内衣穿啊。你怎么知道他没穿内衣啊？我都看不出来。去戴安芬吧，好不好？戴安芬，走走走走。同不同意？同不同意？我不同意。你不同意吗？我绝对不是哎。你们觉得是啊？是啦，应该是觉得是，要不要确定一下？不像，可是不晓得应该还有哪里会更波波吗？波吗？哦，它这个它是昂啊，然后它是金头发嘛，哦，黄金发，对对对，波厉害厉害，哎，对对对，就是这个，走走走走走，波昂黄金发，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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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完全没错。咱们红队的队长王丽玲就厉害了，您看看，连这样子一个提示都能解得出来。没错，咱们要去的地方呢，就是波昂黄金画。波昂黄金画呢，这个地方是跟波没什么关系了。不过我们来看一看，哎呀，这边每一幅画呢都是用黄金所铸成的，哎，着实是巧夺天工啊。来到这里之后呢，我们要来玩一个游戏，叫画中有画，一个人作画，三个人回答，答对十题就可以过关了。局什么的，会不会是教育局什么？有没有？哎，我们刚刚这是教学，这是成长的、啊。成长啊。教育什么？还是医院？会搞教育？有没有可能是皇局？教育是孔庙。哎。孔庙旧址，对不对？教育是教育。我们现在人在哪里？我们人在这里。我现在是中山公园这里。好远啊！教育有可能是。我略逃难比较密集，多砸掉了。哎呦，一排一排看嘛，有没有有关教育的，来慢慢看。有关教育，文昌也是啊，文昌是不是？文昌是，可是对啊，文昌是。还有啊，黄举人啊，你觉得是不是？哎，会不会是这个？浪漫一生，这样浪，这样浪漫吗？这样不是一生了吗？可浪漫吗？是，这样一生了吗？这个各位观众。在这个时候，突然解第一关，他们走了。不会吧？他们走了？有那么难吗？就我们到天黑还在这儿，有那么难吗？老真瘦，这都有可能哦。哎，这个吧，是不是这个老饼行啊？老饼行是干嘛？老真瘦，老真瘦，老真瘦吧。老真瘦是干嘛？我们去老真瘦试试看啊。走，去老真瘦好了，从这里在中山路。怎么走啊？中山路。咱们蓝队似乎也是不赖，您看看，从小到大这年岁是越增越长，哎，所以最后呢，在地图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叫老增寿，这个地方呢是宜兰最有名的一家蜜饯铺了。我们来看看，哎呀，各式各样的蜜饯，看起来真是让人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您瞧瞧，来到这里之后呢，我们要玩一个游戏叫做蜜饯蹲，这个游戏呢必须要跟关主一起同乐了。由金仙子出题，哎，每一个人头上呢要带一个牌子，哎，写的就是各种蜜饯的名称。谈到其中任何一个蜜饯，旁边两个人就要蹲下来了。波嘛，波昂嘛，波昂，然后金头发，黄金画，是不是？应该是。我们要白跑就惨了。这边有多少？这一间。
我这边等着，等着。都可以，都可以，这边下就可以了，这边下就好了。好，我这边。一定是了，应该是，应该是。解释一下，我们这边是破完黄金画廊，然后你来到这边，我们我是这关的关主，然后我们要活动是画中有画，画中有画，对，然后我们这边有，好，介绍来看一下，一个人作画，三个人回答，那你可以派一个人过来，然后只要你答对十题，但是一题要三十秒，你就过关了。哦 ，OK， 好，三十秒对一题。好，快一点，快一点。开始。要了。队长，你要画清楚一点，好不好？你要画的有形象一点。这个人名吗？不是，不能讲话，不能讲话，是不是？对。那这个几个字可不可以写？几个字啊？四个字。春风满面。这你太难了吧？快要答对十题耶！天哪！一手遮天。不，拿那个。手掌中乾坤。几个字啊？四个字。来皮，还有用英文的，热什么啊？六八，这个热什么十？六五，炙手可热的那个，炙手可热。二，这是一个东西。零，时间到。好，换人画。好，你上，你上。我不会。可以，请看。好了，看下一张。哇塞，我的天哪！几个字？四个。好，我这看不出来像什么，对，木瓜，哎对对对，木瓜，花给你看，漂亮，耶，不用它了，也是四个吗？对对，好，都是四个字，可以，那答对十题，天哪！这个是一个，对不起，看不懂。这个温文儒雅。这是一个动物吗？圆。Yes。胸部很大的，大腹便便。波霸型的，波霸型的。大腹吗？孕妇吗？孕妇。孕妇啊，这个。身怀六甲。九八。这个韵味啊，什么？韵味十足。四。儿童多吃。游船。小孩。零，时间到。早生贵子。啊，这样子。几个字？都是四个字。好，来，看，开始。猜了。这是什么？大便。变大黄金。黄金。传奇。传奇。黄金传奇，居然画个大便。漂亮。这个是。到底是节目上大。心心相印。心跟水啊。心如止水。你可以讲话，你不用不讲话，没办法。喝饮料，喝饮料。你可以答对，你可以说答对，好吧？怎么才第一关就要喝饮料了？小。小是第十，第二个。小人。小人得志。漂亮。就是我这种小人要得志。山穷水尽，山明水秀，山光水色，山光水色，山，对啊，山光水色，山明水秀，山水纯，嘴石口，山十九水嘴七十口六五海四山什么海口啊？二一。山珍海味啦！哎呀，还有没有人要画？四个字，几题了？还有几题啊？还有一半。抱，左拥右抱。好，没画就知道了。对呀，我们多厉害！我们是字体语言。平无直句，平平无奇，平分春色，平分秋色，平分秋色。几题了？几题了？七题。七题还有三题。
狗啊，这个公鸡，狗，这个兽，兽，狼，狼吞虎咽，什么狼？豺狼拳暴，豺狼虎豹，豺狼虎豹，拉拉，引来引，引狼入室。还有两题，心，心心相印啊，不是，心花怒放，还有吧，哎呀，好崇拜我自己。这个法，脑脑脑，恼羞成怒，好，失题了吧？失题了，失题了。失敌了，失敌。好，果冠。谢谢。哎呦，我们这个学真的不错不错，他不仅画，还有这个动作，嗯，还有我们的默契，对不对？对对对。恭喜你们过关，谢谢。下一关的提示。啊，下一关的提示。对，还有四个啊。对，好，谢谢。哦，一人画一个，连连看。一。我这个是花，是月。哎，地图我知道，它有一个花月，那个地图在谁那？在你耳机那边。耳机。对对对。这是什么？这是关呐。啊，我知道，刚才那个什么花月的。哎，两个花。宜兰。宜兰的。花月。有了有了有了。宜兰花月。对。OK， 好。宜兰花。宜兰花月，怎么可能？这是宜兰花月在这边哈。宜兰。应该是了，我还没有画完。他的妈才是来的。对啊，对啊。花月，没有规定一定要画完嘛，对不对？哎，没有规定。宜兰花月，太聪明了，不必画完了。好，走。没错没错，哎，把这个提示上面从一开始到最后一个号码依序把它连起来，就可以得到宜兰花月四个字了。这宜兰花月呢，是在康乐街和和睦路口这个地方呢，算是宜兰最大的一家花店了。我来瞧瞧，在花店里面呢，哎呀，各式各样的鲜花，您瞧瞧。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啊，像您现在所看到，哎，有王者之花之称的这个兰花呢，哎，长得也是非常的漂亮。来到这里之后呢，哎，要玩一个花名大考验的游戏，哎，这个游戏呢就要考您的反应力了。你的地名根本不是。先想好，如果不是老真寿，我们要去哪里？对，如果不是，我觉得要多想几个。文昌庙有没有可能？文昌是不是管这个公民的？不是啊，文昌就是读书的。对啊，读书的。对啊，读书的。文昌不管公民，那他又多一个老年，他一个出生。到了。哎，好像对。蜜饯蹲。与关主同乐游金仙子，出题喊到某一蜜饯，相邻者须蹲下，出错者买下干蜜饯。欢迎各位来到老真寿蜜饯铺，与我关主一起玩这个蜜饯蹲的游戏哈。那请各位先排成一列。已经一列了。再开一点。再开一点。对。然后呢，等一下呢，可以。戴上我们为你准备的道具，戴在头上。戴在头上面，对，一人戴一个。谢谢柯明达。对，可以。我当拔蜡，好不好？我们这个游戏呢，哈，等一下是由金仙子那个出题的。那如果被点到的，譬如说是金枣被点到的话，就是旁边两个蜜饯蹲下，那金枣本身不用蹲。对。如果那个游戏错误的话，就是如果一个人错的话，就是要买一包蜜饯。如果我点到芭乐的话，那你犯错的话，你就是要买一包芭乐。拿钱出来买蜜饯。要用这些钱。对。那如果是两个人都错误的话，就是买两包，那一包单价50。不要错。好，开始了。干针。狐狸。树莓。狐狸，拔蜡，干身，这有点老很痴呆症。OK， 狐狸，干身，干身，哦，你要蹲。我都对你叫到他了。对，然后你要蹲，没有你要买一包干身。OK， 再劝几下位置吧。赶快，4、3、2、1。啊！你在猜？狐狸。好啦。狐狸。哈哈哈！这好像反应有点慢。耶！
太好了，你还没转过来我就已经滚了。快点，快点！干生芭乐金枣，真傻芭乐，你几包？我芭乐一包而已，金枣三包。三包多少？一百五。好嘞。恭喜你们过关了，那这是那个下一谢谢下一站的提示，要不要装袋子？好，下一题，谢谢。这是提示啊，对。二十六。第八组，地图准备地图，在这里，地图地照。这个题字就比较复杂一点。三五七八，那你怎么不讲一？一也没有啊，一三五七八，哎，我七八十，不对，三五。二三三五七八十，这是什么？刚在这个地方是老增寿，老增寿。然后这个1996年民国85年，三五七，四月。哎，一三五七，对。是杜小月，小月，对对对，小月，我都是小月嘛，这是大月嘛，小月，是吗？确定吗？都是小月，一月大，二九三十，这小月嘛，三月大，全部都小的啦。现在这都小月啊，杜小月嘛，三月大，八月大，九月小，看这边，没错没错没错，杜小月，杜小月，好吧，祝你们好运，杜小月，哎，谢谢，谢谢，你是这边的小姐吗？对啊，你怀假意的胡子在边，不会看，你再过去。这傅威就厉害了，我们来看看在这一份年历上面呢，啊，上面所列的每一个月份都是小月，所以我们要来到的地方呢是杜小月。这个杜小月呢是一家宜兰各式各样名菜汇集的一家餐厅了。那宜兰到底有哪些小吃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您瞧瞧，这个叫枣饼，这叫糕渣，这个呢叫西卤肉，另外还有我们来赶快来看看下一个是干花，哎呀。每一样东西看起来都非常的好吃啊！来到这里之后呢，我要来玩一个过五关的游戏，完全通过就可以过关了。这过五关呢，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过五关，相信大家都没忘记吧 ？Yes， 黄金传奇，紧张刺激。好，在上一段节目里，红队将士用命，正准备前往宜兰花园。在哪里？看到了，就是前面那个花园了。走。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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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名大考验，四人中只要有一人全对即可过关。菊花。什么？花名大考验就是问你们菊花。拿出来啊！不是，如果是花的话，你们就说对。好。不是花就错。你要讲清楚吧。对。好，那送你们一题了哈。兰花，来快一点哦。龟壳花，有。木莲花，什么？木莲花。喇叭花，天花，牵牛花，贪婪花，梅花，杜鹃花。向日葵，桂奶花，玫瑰花，蔷薇，葱花，沙发，沙花，郁金香，是，金盏花，天堂鸟，都没有动，再青花。满天星、康乃馨、紫丁香、冬雪花、夜来香、昙花、桃花、莲花、爆米花。排见。你们过关了，送你们一张藏宝图。耶！好，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份宝藏，如果叫第二份题是，
好，恭喜红队获得三分之一张的藏宝图，在上面呢画了一个钟，代表什么意思呢？另外一边的蓝队在老曾寿玩了蜜饯蹲顺利过关之后呢，正准备前往杜小月。快点，快点了，快点了，快点了！哦，好远哦，好远，好远，好累，好累。哦，等一下啊，来，大齐，好，请说。欢迎欢迎，杜小月，我们现在跟你玩的游戏是过五关啊，麻烦请过来这边。好。哇，走地图啊！对，让你完全通过就可以过关。好，给我意见。哇，右边左边，走。走。全民玩的，笑。感觉好累啊！光脚一下。预备，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六、七、八。九、十、好，换一个，快！右边。啊啊！芋泥。芋泥吃完并不吃。哈哈哈哈哈！芋泥。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倒带，哎，给我吃三个，三个而已。还有三个，三个。吃完了。三个。这怎么？三个。就这么烫。烫了，小心哦！哦，好了，很好吃的，很烫啊！我觉得很烫。右边。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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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我都知道。来，小周来，走中间。中间。我猜中间。中间。中间。耶耶耶耶！过了一关。小鹿怎么面子？我不知道怎么样啊。面子有没有？我要一包的，一包的。没有，有只有五张。哎，捡到了！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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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我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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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快点吧！赶快，赶快，赶快！小心！我来，我来，我来。来来，你看吧，差点死。没有。来，右边，左边，右边，右边，漂亮，有了，右边，啊啊，名片，不同名片，不同名片，老板这里算一张吧，真是害人精太多了，啊，这里有，这里有，有别人的名片的，哎，对，聪明的人就是这样子嘛，这边有了，这边有了，聪明的人这样子嘛。哪有害人这样，害人这样子？四张了，五张了，十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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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是走，对，不会不会不会啊！不会有人不会，没有。我刚听说不要哦，不可以赖皮。枣饼啊，枣饼，枣饼是什么啊？枣饼，吃枣饼，枣饼跳舞，吃什么？吃总比付钱好，啊，也要付钱啊！真不错。够吧，应该是够的啦。等下付一百，然后这个多少？哦，还不错。等下要卖。五百五。五百五。是要给谁啊？老板。找饼要吃吗？右边吧，不会老是右边那么背吧？右边、左边不会那么背吧？背这么久，太多，哦，太好了，再来一次。啊！哎呀，这边也是。干花，干花什么？干花什么？干花。快点。这叫干花。稳住，稳住。这样比较快。别帮我吃了。哈哈哈哈哈哈！
上一桌，上一桌，上一桌。放下去，放下去。啊，对对对对对，放放放，快快快点。吃完就对了。哦，吃一个没有。来来来，再一个。好，加油。对对。就出来，对对。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对对对对对对。拜托拜托。OK OK。好，真的。应该是这条了吧？过了吧？过了吧？恭喜红牌。对。对，好。地图。噔噔噔噔。三分之一条马图，二分之一，三分之一不晓得。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吧。好，这边纸。好，恭喜蓝队同样获得三分之一张藏宝图。哎，我们看这上面的图案更是奇怪了。过得好顺利啊，感觉你们都很聪明，对不对？对。给自己一个爱的鼓励吧。好嘿！恭喜你们获得三分之一张的藏宝图，这是恭喜你们，再加油！来搭配一下这个。快点，上面什么东西啊？出生小学、中学、大学、社会人、老年，老年接下来就挂了吧？你怎么这样子嘛？老年这人挂了，有没有什么殡仪馆之类的？我们现在是第二关，也可以是一个过程哎。对，一二三四五六。老真寿，老真寿，老真寿。再找，应该是这个。再看一下，再看，再看。老了嘛，然后叫真寿嘛，老真寿嘛。应该他改过啊，不是。可是我错的话，不重要的话是寿。越老。哎呀，问了问了，好了问了。好，来问问问。好，来来。天灵灵，地灵灵，黄金吉吉如律令，有请金仙子。哎，终于轮到我了。都去帮他解题吧，快一点好不好啊？快点啦，时间有限。哎，我的牌子，谢谢。谢谢。没拿并不会呢。哎，这什么意思嘞？啊，越老越翘。这是不是下面是一个年纪，对不对？对。那他是不是依照年纪？嗯，越老越多年纪。对，对嘛，没错。老真寿。嗯，就是这个答案。好，漂亮。好，白用了一个。没有关系，我们是确定我们的智慧。对对对，好来，老真寿在哪？老真寿。没错没错，哎，从小到老，您看看岁数一天天增长，哎，要来到的地方呢，就是老真寿蜜饯铺了。在这家宜兰最有名的蜜饯铺里面呢，哎，同样的，我们要玩一个蜜饯蹲的游戏。在这里，红队到底要买多少包蜜饯呢？要不要？好。啊，小心后面有车。在这哔哔扣响，小度的。你朋友在磕你了啦！你先去回抽啊！在磕你啊！对啊，那我帮你看一下。五一星，哎，是这样啊？五手挡，五星。五一百。五一百，五一十。手挡，这什么？这怎么念？五星功，是不是台语？五一百。没有星。你们钱收了没有？多少钱？一共三百三啊！现在就花了三百三了。五手挡，五星功。两百，三百，谢谢。你把心静下来想。给你吗？三十。啊，多少？哎，三百三十啊！对。十杆刀，哎，白杆刀还是十杆刀？对不对？没有心。杆啊，当杆什么？那里有个什么刀？这边这边这边这个。这个啦，五一嘛，白杆当，五一百，白杆当，十杆当，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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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我们在杜小月这里啦，对对，我们在这一头哎，慢点，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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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呀，这护卫就厉害了，我们来看一看。无一百就是十，无心憨就是杆，无手挡就是当，哎，所以我们要去的地方呢，就是要找一个十杆当了。在宜兰圣侯街158巷里面呢，哎，就有一个十杆当。我们来看看这个十杆当雕刻的就相当的威武了。来到这里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巷子里面呢，要玩一个秀斗神拳的游戏，玩哪些拳呢？我们来瞧一瞧。第一关呢是剪刀石头布，第二关是黑白猜，哎，第三关呢，哎呀，哑巴拳，哎，这就厉害了。第四关我们来看看是超人拳，最后呢我们来看看原来是棒打老虎鸡翅手。对对，小王先对对对。哇哇哇哇！
个关卡，你们必须轮流猜拳，四个人要轮流哦。轮流猜拳，赢了才可以过关，得到提示。好，现在要跟我玩这个游戏之前呢，你们必须要跟我做一个动作，来拍拍站好，快点，站好，蹲马步，蹲马步，对，手握紧哦，来，好，跟我一起做，好，啊，好，啊，好，好，你病了，知道吗？我们这关是要玩剪刀石头布。请派一位代表出来跟我玩，谁比较会玩的？我很逊哦，我很逊哦。来，剪刀石头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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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过。轮流过吗？他以为过。大家一起过吧。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第二关，那这一关呢是什么拳呢？拳。黑白切。来，你们谁要跟我一起猜？随便，我帮你猜了，好。刚刚你已经啊，这样轮流行啊。对，来，对，黑白配，男的女生配，黑白配，男的女生配，黑白配，男的女生配啊。换一个，换一个，黑白配，男的女生配，黑白配，男的女生配。男生女生配，黑白配，男生女生配，耶！该整成是不是？对，整成跟你。欢迎你们来到第三关，我们玩的是哑巴拳。哑巴拳啊，整成了解吧？不会，啊，哑巴群，那时候不，好，赢了吗？我变！恭喜各位来到最后一关，我们现在来玩一个简单的游戏，棒打老虎鸡吃虫。现在来试一个玩的。不会玩，我玩过一次，不会。可以。快猜起来，不用，就这样子。对，来，棒打老虎鸡吃虫，棒子。耶！好厉害。这什么？怎么过？这样还是这样？我自己看吧。立木金，对，还是这样。心什么生？心什么生？快点！心什么生？这边心生，心为生，对对对。心为生，在中央走，心为生，你看地图，快！顺三路，再中三路。那个时间没少一点，时间没少一点，你对水管的过程有点贡献吧？好吧，陈心梅小姐，你对徐本的过程有贡献，我们才给你有用，好不好？哎呀，这傅威真可以算是猜谜冠军了。我们来看看，立木金呢，合起来就是一个心字，两个口呢，就是回字，一牛呢就是生字，所以我们要来到的地方呢，就是心回生药行。心回生药行呢，已经算是传了好几代的一家中药铺了。在这里面呢，我们来看一看，哎呀，各式各样的药材啦，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来到这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哎，在这边呢要把四君子汤给喝完，哎，这四君子汤呢就可以利脾胃了。喝完之后呢，要挑出正确的药材，并且答对才可以过关，否则呢要把这些药材给买回去。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哪些药材呢？是人参、白莲子、淮山、川穹吗？我们这边的这个队来宾呢，我们的队伍队员呢腿都比较长，哎，我们就不要这么腿，我们不会康那么高。对不对？我们秦薇娟，快乐高手，打篮球的，对不对？不要那么高，这个胖一点，对不对？这个我觉得胖的，但是我也不矮啊，对不对？魏康建议说，你可以用滚的比较快。我没有讲。可是呢，可是蓝队是什么？蓝队是什么？不威耶，不威耶，拜托。到了。真的。到哪？啊，这里。遇见。哎。Hello， 欢迎你们好。大家今天欢迎来
没想到我那么快，还能买利剑呢！啊，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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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这什么茶？金枣退火。哦，金枣退火。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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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哦，欢迎你们来到老街受蜜饯铺号。蜜饯蹲与关主同乐，由金仙子出题，喊到某一个蜜饯相邻者需蹲下，一起念好不好？啊，出错者买下该蜜饯。那怎么会有五个嘞？而且还有我，还有关主。这样懂了哈，那我们开始啦。好了，对不对？好啦，好，第一个跟身，不利。我蹲了你也蹲了，没有啊，我都说要快一点，不然引起误会。好，再来啊，好，来乌梅、树梅、芭乐、金枣、芭乐，好，我们的关注，好，再来金枣，哎，不好意思，好啦，金枣不行，两包两包，进了两包，对，这样就可以，这样就好。等一下，跟身，素梅，哦，我们的关主，哦，过关了，好，三包，三包是150块。不可以打个折扣吗？谢谢。关主很会撑呢，撑到现在还有我们买了150块的。对啊，蜜饯。哎，这提示。对，就是下一站。哎，找我找扣啊。这是提示，下一站的折扣。好，谢谢。三八算一百，算一百块就好了啦。对，算算一百了，算一百了，算一百了哈，算一百。对，谢谢谢谢。对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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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20、21、22、23、24、25、26、27、28，哎，少一个29啊，都是小月份的，今年哎都是小月份，今年有29啊，来，二月有29，这都是小月份的，26、91，1996年，民国80，哎不对，没有29，没有29，24、6。都是小月，杜小月，有一个杜小月，小月，杜小月，是不是？我刚刚记得有一个杜小月，有什么小月的，反正，杜小月，我们现在在这边。保证瘦。嗯，不错不错。哎，红队要去的地方呢，就是有各式各样宜兰小吃的杜小月这家餐厅啦。来到了杜小月之后呢，哎，同样的要玩一个过五关的游戏，哎，完全通过才可以过关。红队到底能不能顺利的过关呢？另外一边，我们来看一看，哎，在石敢当巷子里面顺利过关的蓝队。现在呢，正准备前往新回声药房。对，这个这个。好。耶！预备 ，OK， 走。今天准备那个四君子汤，然后麻烦你们喝一下，然后喝完以后再选其中四种药材。真的，二选一。有四种药材在里面，对，这都一样的，对。甘草，甘草有没有？我觉得有甘草，有甘草，有甘草，对不对？对，有甘草，有甘草。老板有甘草可以，你们一次跟我说。常吃中药的人都不见得猜得出来。四君子是治疗什么？治脾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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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个？我觉得四君子应该是名字，是四个君子，对不对？是这样吗？对啊，不然叫君子。你觉得甘草像君子吗？对啊，我觉得我喝有甜甜那种甘草味道。甘草。等一下。甘草人参。来，集合一下，集合一下。是君子，别人一定是君子哦。好啊。
觉得你们应该喝里面有什么味道，回准就要试。就只有喝到香草的味道而已。然后，我们因为我们不是每个味道都很熟悉，有当归好像有，我觉得有人参呢，甘草，当归有没有？当归会苦。哦，没有。川宫的川穹啊，川穹像烧酒鸡那种。对啊，我觉得好像。这个喽，白色那个白芍是事物，事物难怪那么熟。薏仁啊，是淮山的。淮山，这是四神汤。你现在是要四君子，不是四神。好，那说的够多了。这个不是，人参不是，是苦的。当归是苦的。当归是苦的，人参是可以的。对好，这个我来找。莲子不会吧？四神汤了，对不对？他在笑了，一定有。就剩这个嘛，他在笑。请你把你的眼神看着傅威。就看在我们流汗流得一塌糊涂的份上，哦，就是四个吧，这四个对不对？你们要不要再改一下？要四个，刚刚一人没有。确定？答对。答对了。答对了。都摆在一起哦，这件白素是吧？白素福建草人参四君子。好，来我们请金天子。恭喜蓝队获得1/3张的藏宝图。哎，从这个山和圆圈还有这个脚印里面猜得出什么吗？另外一边，我们来瞧一瞧。哎，在老增寿里面顺利通过蜜饯蹲这一关的红队，哎，正准备前往杜小月。再往前面走，文昌路跟西平路这边就对了。再往前走。快！招印功对不对？啊，我们是黄金传奇的红队，保佑我们今天能够拿到金牌。拜托。波比，多谢，一切平安，谢谢。左边右边随便啦，反正你也没什么可以选边，直走就对了。还好，哎呀，妈咪啊！左边右边，直走。我不敢叫，直走。好，哎，我要右边，不是，我觉得啊，算了，我不是这个还要走下去就会有责任。你确定要右边吗？对，好，右边，右边，没关系。最怕烫，不是冷的话已经马上吃完了，真的太烫了。嗯，大白菜，过五关嘛，我们刚过五关了。电子五包还好。还好。好，又来插入了。哎呦，又闪掉一关呢。左边。啊，好厉害！插入。好，右边。好。还好。好。直走吧。直走。哎呀！完了。还好。哎呦！哇！哎呀，干花。干花，哇塞！
这外层想了，这拜托拜托，麻烦帮忙来。我拿，钱包拿，我拿多少了？两百块。哎呦，老板太贵了。老板，有吗？太多了。当真的？你看这个天鹅做的多漂亮。是啊是啊是啊。然后呢？你看，哎，做黄瓜，你看做黄瓜，真的漂亮。宜兰杜小月这一家店真的很棒啊。老板，老板就表，就刚刚很好吃，可是它是什么东西做的？哦，那个是。 猪肝，还有鱼姜、瘦肉，还有小虾米，做成的，这么多东西啊？对。你已经把钱吃光了，我还不进去。两百，250了哈。耶！啊，这是我们得到另外一份宝藏。 恭喜红队同样的获得三分之二张的藏宝图，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呢？这是哇，美女，美女，美女，跟外国人有关吗？浪漫医生吗？衣服馆，就这样子。这边有个资生堂吗？对啊，是不是衣着馆？戴安芬。 是不是衣着馆？哎，有可能啊。对，戴安芬。加冰袖包。加袖包。你觉得他两个是漏包的？哈哈哈哈哈！看着他们。浪漫医生，好，念过，念过，觉得是就给他一下，好不好？他以他这个画的，他是头。过王金画。 对，走，波昂，就是波昂，对对对对对，黄金画嘛，波昂，然后波昂 ，look， 波昂，知道吗？走吧，走啊走啊走啊，这样子，哦，人品是波昂，好聪明哦。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哎，这正确的地方呢，就是波昂黄金画。来到波昂黄金画之后呢，哎，同样的，我们要来玩一个画中有画的游戏，只要答对10句成语就可以过关了。 欢迎，欢迎到我们波昂黄金画廊来。然后我们这一关哈，我是关主，那我们要玩的游戏是画中有画。那介绍一看一下，我们要一个人出来作画，我会给你题目，然后三个人来猜，然后你知道答对10题就可以过关，但是一题只能30秒。好，你画我们答。我来画。你画我们答。好，那哪一位来看？看。你必须要来看题目啊。 只有30秒可以画是还是我画了他们30秒来猜？有30秒可以画而已。30秒。你画完，他们有30秒来猜。一题有30秒，对不对？对，一题有30秒，可以了吗？好，开始。好。对，开始。这个是，第二个是，第二个是，这是吹吹吹吹吹去，然后。吹人讲，我不能讲哦。吹脸吹女吹吹什么女？吹风风吹的。吹风机吹风。这是第二个字。风哦，第二个字风。 10，迎风摇曳啊，季节，迎风摇曳啊，春风不略，春风满面，不对，对，春风满面，春满面，对，来，我们下一题，第二题，你看人家我，哎，是我们在桌都挺好吃，没有吃，吃真可惜，下次一定请你吃，下一关就提示，下一关啦，再努力，好，谢谢，嗨嗨，哦，赶快，再联络，白感。 白杆当，石敢当，石敢当，去掉这个一，去掉这个一就石敢当，对，再需要心，再需要手部，好，我们对，没错没错，哎，要去的地方呢，就是要找一个石敢当了，这石敢当呢就在圣后街158巷里面，我们来看看，哎，这么威武的一个石敢当旁边，我们要玩一个秀斗神拳的游戏，这里我们现在在这里。 所以要去这里，所以我们要往这边走。是的，很。拍一下这摄影师，很不敬业，抱着拍样子，什么意思啊？哇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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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他。是感伤的地方。他过了。对，哦嘿，好。灰兔赛跑。好，这是兔子，这是乌龟。哦，到了。就是串慢，慢什么的。他在。这个在。先知的点。这个在后面。后。过来居上。好，一个，四个了啦。四个了吗？对，四个了。很好玩，再玩一下，快点。哎，好不好？恭喜你们答对，就是下一关的提示。连连看吧。对。来，赶快，一个人一关，那个陈忠。一二三四，月，一花月，什么一什么花月？兰花是什么？一兰花月，一兰花月，被我看一定是一兰花月。这里，这边，耶！走，隔壁，快看，走吧。一兰花月在哪里？遇到了，在那边。快点，快点，快点，左转吗？快转，左转吗？这边放下，这边拿花没？那边，欢迎你们来到这一关，秀斗神拳，这一关呢，轮流猜拳，这一关呢，有五个关，你们必须要轮流猜拳才可以过关。你们是，请派一位代表出来跟我玩。好，队长，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当时都不玩，对不对？黑白配，来。接下来没有，你要继续。你刚刚玩过了。对，现在要换人啊。好，来。黑白，等一下啊，什么啊？哦，这样子啊，这样啊，好。黑白配，两个女生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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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哥帅，什么叫哑巴拳？不知，听他解释。就是到了，什么？还是要猜拳？好，过。又换队长了，不行啊！换你们，换队长不行啊！超人拳，队长不行的，队长已经输了的。队长不行，队长太烂了。变！哎，你这样子，对，还有这样子 ，OK， 好，我变，一二三，好，你先，真假？我变 ，OK， 我变。等一下，可以变什么样子？这样子。你可以变变吧。不要。OK。好，我先。我变。这是什么？换你。我变。就变了。好，你帮我喊对不对啊？换你好了。啊，换我再啊。我变。啊！谢谢，感谢你的拜水。欢迎各位来到最后一关，我们先来玩一个简单的游戏，放打老虎鸡吃虫。我们现在征求一位，来，耳机，放打老虎鸡吃虫鸡，没事。放打老虎鸡吃虫棒子，放打老虎鸡吃虫。你输了。现在请各位到后面找提示。后面找提示。找啊。为什么他会输呢？因为虫呢是吃棒子的，虫会蛀棒子。好，不讲废话了，快点。找提示，哎，不用找哟。啊，这边有一个，只有这样一张提示吗？就这样一张啊。对了，对不起。哦，没有了。对，来。领。花月吗？花月。耶。
兰花苑，这一关是宜兰花苑。好。宜兰花名大考验。对。等一下我念，如果是花的话，你们就说对。哦，好好。不是花，错。好，开始了。兰花。菊花。豆花。木棉花。木棉花是花吗？喇叭花。花。烟花。牵牛花。康乃花。不是。梅花。是。是。杜鹃花。是。向日葵。是。桂乃花。错错。桂乃花。错错。桂乃花。玫瑰花。对。蔷薇。对。窗花。沙发。沙发错。沙发火。郁金香天堂鸟。对。天堂天堂对。赛金花。再加说满天星对康乃馨对冰箱对风雪花错夜来香对兰花对桃花对米花对爆米花错过关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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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研究一下，一个钟，一座山，一把弓，还有一个圆圈，另外还有个大脚丫，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Yes， 红蓝大对抗，到底鹿死谁手？请继续收看王。这样子啦，这样子啦，大脚印。大脚印这是什么意思？竹印钟，弓钟。一三月三生日吧，三日日月，那是什么东西？钟，有个钟，有个弓，皮鞋，有个钟，有个弓，有个钟，一个弓，一个钟，怎样？怎样呢？来三呐。中山公园吧，中山公园在哪里啊？哎呀，蓝队今天着实是厉害。我们来看看中山公园中间有个大脚丫，又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看在中山公园里面呢，有个健康步道。这个健康步道呢，哎，这边就有两个大脚丫画在这里了。就在这个示意图的底下，我们看看，哎，格马兰是宜兰的旧称，请问在哪一年更名为宜兰呢？哎呀，这一题就难了。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应该是1854、1920，还是1925、1875年呢？另外一边，我们来看一看，哎，在新回声药房里面的红队，哎，来到这里喝了四君子汤之后呢，又在老板的指点之下顺利过了关，哎，同样的获得了完整的宝藏。那边小孩子那边，对对对，小孩子那边洗洗。这里，好。格马兰是宜兰的旧称，请问在哪一年更名为宜兰？太难了，不会，没有提示啊。哪一年？这边会啊，对不起，这里会。这没有提示、啊。有没有人知道宜兰什么时候改名的？有没有人知道宜兰是什么时候改名字的？哎，那边有老先生哦，哎，分头去问，分头去问。那个陈总，你跟傅威去。哦，你也搞不清楚啊！好，谢谢。对，请问一下，我们在录《黄金传奇》，我是孙若晨。干嘛？我有问题想请问一下。啊。格马兰听说是宜兰的旧称，对不对？格马兰。对。你知道？就是土话。土话哈，格马兰。你知不知道它是民国几年改的？改成宜兰的。民国几年？哎，那几部那个宜兰的哇，那宜兰传记店，哇哦，对头对头，那个就有了啊。那传记店那住哪头？住哦。人家有哦。我这里没有啦，我学校里。学校有啦，你别学校啦，学校有，他们都有啦。什么？1875啊？1875啊？谁说的？他说200多年以前的。1875有。他说1875，两百多年，两百多年，1875，两百多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只有一次机会吗？一九的不可能，一九不可能，一九不可能。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一九不可能，我们都隔两只，隔两只，一八放中间。好，一八七五吧，我们猜好不好？问到了吗？对啊，我一八七五了，我们先看。我靠！你们也那么快啊？马进几把了？我告诉你们，现在刚好是宜兰庆百周年，对不对？来，麻烦请到齐啊！来来来来来来来，上来！哎，我们的握手握手。啊耶！我已经被丽玲骗过好几次。等等等，我先许愿。不会啦，他们刚刚才进来的。他很会演戏，他那个人你不知道，我连输三场。我在，你怕什么？先深呼吸，先深呼吸。我们一起手放上面，好不好？然后一起推下来。一二三。哎，怎么打不开？耶！天哪！这是公平的，我赢了。我终于击败。哎呀，正当曾国城为了一扫三连败的耻辱而感动落泪的时候，哎，红队也赶来了。但是呢，哎，这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喽。回来了，辛苦啦！有这么肥的贝贝吗？不是，他发出很生气的呐喊。嗨呀，经过一番这个苦斗啊，我们在这宜兰可以说走遍了大街小巷，终于尘埃落定了。每一个人可以说呢，这使劲的浑身解数，尤其啊，我们这些蓝队的这个每一个人呢，可以说绞尽脑汁，尤其是傅威，真的是短小精干的一个人。是啊，我们就是太大意了，你知道吗？我们给傅威鼓励一下，好不好？好，那我还是要请守护神来宣布一下，优胜队伍再一次郑重的宣布。啊，这次优胜啊是蓝队。那请问一下，优胜队伍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呢？来，英华。优胜队伍呢可以获得每人奖牌一面，黄金奖牌一面，另外还有嘉隆公司所提供的嘉隆牌省电热水器两副，恭喜你们！耶，谢谢。那我们第二名的队伍又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嘞？红队虽然输了，但是还有很好的奖品，红队可以获得一些公司。公司所提供的地宣品是一人一个顺手牌泳装一人一套，另外还有大风杂志一年份送给你们。对，还有那个宾士汽车，别墅一栋。不是，可能没有耳钉的 size， 不过他已经得了两件，刚好两件车起来变一件可以穿。不要再耻笑他了。他长得已经够好笑了，我们不要再笑他了，好不好？好，我们准备要颁奖啦！来，请我们的许南山许局长，预备，奏乐。噔噔噔噔噔噔。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会是我？因为我出生之所以会是我。嘿，对了，这个应该是好。哎，这是不是请那个我们这个宜兰县政府啊建设局的许南山许局长给我们说几句话，好不好？来，好，好，首先啊，欢迎你们来宜兰。那当然，你们今天来了，我想在走过九弯十八拐啊，哎，感觉到宜兰的一个山川秀丽啊，希望你们啊有机会啊都到宜兰来踏青啊。除了我们东山河，还有像五老坑露营区啊，罗东宜兰运动公园啊，现在全国啊都相当的知名啊。今天早上啊，有一个啊到澳洲去的朋友啊，回来到我办公室来讲，连澳洲啊，很多的人士啊，他们对我们宜兰也相当的一个向往。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很多的特产也希望你们来品尝啊。还有你可能你们不知道，大热天到宜兰啊，到狮澳洗个冷泉啊，整天啊你都不会流汗啊，它就有这个功能啊。我想很多啊，今天毛细孔啊，当然当然，那天你就不用吹这个冷气啊，相当好的地方啊。我想啊，
所以我简单的一个介绍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导播给我时间不多啊，依然可以讲是洞天福地啊，别有天啊，希望你们啊来多多的来再了解哈，谢谢大家。宜兰的确是在人文和风景上都可以说是别有一格，别树一格。对对对，相当的有它的文化水准在。而且今天我们的答案呢、啊，马格兰呢、啊，格马兰、啊，格马兰是宜兰的旧称哦，在1875年呢，这个改名叫宜兰。为什么1875年呢？那是刚好是光绪元年。那年刚好是光绪元年，我觉得每一次我们在最后这个十把钥匙选一把的这个题目都相当的难，不过也是相当有意思哦，提供给大家一个资讯。我们也希望说所有电视前面观众朋友呢，在轻松的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同时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地方的人文风俗，还有在地理的景观，让大家能够呢，在收看的节目当中呢，还能够获得一些地方上的资讯。不过跑遍了台湾之后呢，我们即将又要跨足到国外去了，至于到什么地方呢？我们又要出去玩了嘞。对呀、啊，这是一大福音、上次日本的这个三战两胜呢、啊，让很多的观众朋友可以说为之疯狂不已啊！后来又播出这三奶井饭店，也是相当有趣，崩溃了，很多的观众朋友崩溃了。哎呦，日本这么好玩呢、啊！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制作单位绞尽了脑子，要让我们呢把这精力和体力呢，整个到国外去消耗。那到底会去哪里呢？带给观众什么样精彩的画面呢？请大家再继续的锁定我们超级电视台，在礼拜天中午12点半为你播出的《黄金传奇》黄金大追击。谢谢大家。